认真，认真，我去吧，班长。我跟你去吧。我去。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你自己去可以吗？可以的。行，那你去吧。相信我吧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别走太远啊。好。慢点啊，小裴。赶紧回来。拜拜。早去早回啊。班长啊，你看那帐篷怎么下面歪着的？这边，喂，哎。芒果干，这是紫米，也吃这个，这个我觉得也挺好吃的。对，赶紧吃这个。我给你吃这个，我给你吃这个。孙静，小裴去哪儿了？小裴，给打电话问问。是啊，这走的时间有点久啊。给我吃。给你。嗯？接电话。没他电话，那怎么办？这是，哎，他不会迷路了吧？那我去找他。哎，别冲动，别冲动。这样，你们几个女生就留在这儿，然后瑞文、东浦，我们去找。一彤，你就留在这儿照顾女生。好啊，走。你们三个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你们注意安全啊！如果他回来了，记得打电话告诉我啊。行行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注意安全啊！都别乱跑啊！放心吧，我来守护他们。小裴，裴任之，小裴，小裴，不能有事儿啊，对吧？不能有事儿，不会有事儿，不会有事儿，小裴，裴任之，小裴，小裴，小裴，你小心点啊！我自己来，小裴。小裴，裴任之，小裴，走，我们再去那边。小裴，你注意安全啊！去那边的小裴，去那边看看，去那边。来，下来，慢点，慢点，去那边下来。你先走，你先走。小裴，小裴，应该会找到的，对吧？肯定会，肯定会。走不远的，应该走不远。小裴，咱当时就不应该让小裴一个人去。对呀。哎，怎么样？裴裴人呢？裴裴人呢？找了好几圈了，都没有啊。报警！我们现在报警吧。不行，24小时才能立案，现在警察根本就不受理这件事情。这是遇险，这不是失踪，那我们干等着吗？是啊。方志远，先接。喂，志远，班长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还不确定呢。不确定？为什么？志远，这小裴丢了。什么？小裴不见了？你先把地址发给我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喂，师兄，我跟你说，小裴不见了，这怎么办？去哪儿啊？志远，志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怎么样？什么情况现在？师兄马上就到了。没关系，他们，加油，加油，大家会找到你的。大家会找到你的。怎么？你的脸。好了吗？死在细软无声淡蓝色的回忆中起舞，留住你忽而向东时而往西凌乱的脚步，这一窗月会如水正游荡，那天边外的星星在跳荡，似一朵朦胧般的幻影，有两扇心房。你听那风儿轻轻微微诉说千万的借口，想留住他那眼中一抹浓浓金色的暖秋，在悠悠潺潺弥漫的地方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怕他快，怕他快，就让他插上青春的翅膀，朝向那浩瀚无垠的天际线，任海阔天空自由的翱翔。你就这样把裴仁之给丢了？石师兄，有什么话等找到裴仁之之后再说，我现在就进山去找他。你把手电筒给我。师兄，宁人进去太危险了，我们跟你一起进去。对对，快把手电筒给我，裴仁之随时有可能回来。师兄，给我。师兄，注意安全。一定要顺利的被师哥找到，然后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放心吧，一定会的。认知认知而向东时而往西凌乱的脚步，这一窗月会如水正游荡，那天边外的星星在跳荡，似一朵朦胧般认知有两扇心房。你听那风儿轻轻微微诉说千万的结果，想留住他那眼中一抹浓金色的暖秋，在悠悠潺潺弥漫的地方，谁不经意般模糊认知，那遥远的天际线认知，青春泪光认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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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让它插上青春的翅膀，朝向那浩瀚无垠的天际线。认知，你还好吧？你没事吧？认知。如果爱需要梦一场，认知，我再也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人了。
就让他穿上洁白的衣裳，在那条通往云端的天际线，惦记着青春的影像。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怎么找到了？找到了。哎呦！你听那风儿轻轻微微诉说千万的认知。听到你出事了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师兄，你知道吗？我上大学之前，一直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，又聪明又努力。但是我考上滨华大学建筑系以后，才发现原来自己是那么的卑微和渺小。别人都羡慕我考上了滨华大学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越来越没有自信，越来越找不到自己。直到你的出现，遇见了你，我就像尘埃里开出的花朵，找到了自己，也有勇气重拾梦想。如果爱需要梦一场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朝向那浩瀚无垠的天际线，在海阔天空自由的翱翔。如果爱需要梦一场，就让它穿上洁白。